听一下。这个寸万法缘就是，就是了，所有无量。对众生来说，外法没几个，众生要了解的东西比较少。其实人力佛说测外法缘，就是众生就是问，哎呀，天上下雨了，下了几点雨啊？这也算外法的一种一法。说我过去生是谁呀、啊？然后呢，我做过什么？这都是外法人力关注的问题。你知道人力关注的问题太少了吗？我这儿疼啊，这儿痒痒啊，然后我很烦啊，然后我未来会不会好啊？我死了要到哪里去？就这些，还有什么？宇宙从哪来的？地球从哪来的？我们是从哪来的？天上星星为啥掉不下来呀、啊？还有就是什么这些都从哪找出来的？反正这就是外法缘。就说佛就答呀，那个东西从哪来的？至于说五眼通、六神通，那不过就是你突破了时空跟，如果你真的完全突破了时间跟空间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就很正常了。那人类今天从生下那一刻就弄错了，把自己从头到尾就弄错，就没弄对过，一直认为自己就是那样，要吃这个，要吃那个。这不佛慢慢告诉你吗？就按照佛那个去做吧，佛在告诉你的嘛，一点一点。你要这是只小猫小狗，它关注的就是吃的睡啊，它能还能关注什么吗？就是生命等级决定了你关注什么。我们不是说人力多低，确实生命等级决定。小猫它能关注什么？就是好吃的呗。今天我怎么能吃条鱼呗？那再往人力就已经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了。我除了吃，我能不能还做点别的？或者我能够忍受，为了做成这点事，我能够忍饥挨饿不吃。他已经意识层面的东西已经追求另一个层面了。但动物不会的，动物吃了再说，先说吃了嘛。他只是说生存，他以生存作为最基本。但人力在生存的时候有精神层面的追求了。那修行人就把生存啊精神层面归咎到灵性的解脱了嘛。他已经不太在这一生。我都会可能我有一生我要解脱生生世世，他都看三世了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他看得更广嘛。那比如说外星球，他就像玛雅或者他们过来是看，哇，说人类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要不要保留啊？你知道探索这个问题了，已经要不要把这个物种保留下来？这个物种在地球对地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？他是把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平放在这儿看的。这个物种太坏了，现在这太坏了，要不要把这个物种灭了？还真不是说是人家对你有深仇大恨，就是你这个物种坏事干尽了，觉得这个物种要不灭了吧？倒不是人家灭，说当他知道有千载人祸的时候，或者说哇，说这样子啊，说要不把这个物种灭了，保留那个物种，人家给你选择物种了，已经开始，因为他会人家是说哦，尽量的不要让这个星球消失。人家是保卫这个星球，就是说这个星球在宇宙中，它几十亿、46亿年，因为地球的年龄很长嘛。那这个是星星的星球嘛？这是年轻正在年轻的星球。当一块陨石击上来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不要把这个46亿年形成的这个星星的星球灭了，在太空里面不要把它损碎，它要保存这个星球。在星球上说是，哎呀，这个星球现在怎么场这么差？说哇。这上边一看来了20个，人家把20个最主要的污染星球的这个污染源一往上摆，人力是地球唯一，人力啊，制造我们的工厂啊、化学啊这些人力都吃，还有那乱用乱杀，人力是觉得人力太可恶了，说要把这个物种灭了，保留老虎跟狮子。保留其他的珍稀，就是其他物种啊。也就是假如说我只保留20个物种在地球上，那其他的物种全部清理掉，那你以为你会活下去吗？他们的科技绝对能让你灭掉。就是人家是他是以这种角度来看我们人类的，而我们人类竟然我们人类在做什么？我们是坐在这儿说我好烦啊，
我举个例子啊，倒是不是说你啊。哎呀，我昨天吃啥，今天吃啥呢？然后就这些，人家上边已经研究说是这个物种要不要？说你看吃饱了就那样，就叫这个物种。吃饱了还干坏事，就这样还把地球污染成这样子，然后不思上进，没给地球带起，而且心性上的东西谈起差别那么多，不崇敬。这个物种染污了，血一些留下，剩下的全部灭。你说不可能吗？到一个可能，这跟我们一样的蝗虫全灭。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，那个物种不行，全灭，保留珍稀物种。那个老虎感恩过你啊，那个东北虎你保留了，就那个东北虎不恨死你。我们灭，我们为什么濒临危险？还不是被你们干的，还不是人类搞的，把我们的森林破坏了。你保护他，他还骂你，是吧？哪个物种都不是因为人类搞掉的。这不叫有主宰，这叫有管理，知道吧？这不是，这个你来源从哪里来的就没关系。就像你在地球上，你管人家那叫狗，管那只猫，是吧？那宇宙中又维护星系的那高等生命，他是觉得你这个物种太低能了嘛？他觉得你有问题吗？他觉得你破坏地球环境，会把地球毁灭掉吗？是吧？他就要管理你，就是生命等级高的管理生命等级低的嘛。你为什么管那只猫啊？你为什么把那么多狗拉起来就杀了？是不是？因为他生命等级没你高，你可以直接把他全部屠杀吃狗肉啊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没有比你高的生命等级啊？那当然有，他也可以管你啊。说人家叫惩恶扬善，人家叫惩恶扬善，人家不是说主宰，那跟主宰没关系。我们在地球上耀武扬威啊，现在你要知道。而且在远古的时候，人类根本就不是地球上的主宰啊，你怎么能在地球上这么做呢？你作为一个很弱的一个生命等级，生命就是你现在全部是有阴谋诡计在地球上称霸称王，用你的说是高科技，其实全是阴谋诡计。然后那些虫子啊，那些老虎，那些这森林里面那些动物啊，鸡啊猫啊狗的，他们不得不服，是你拿陷阱把人家抓住，然后就而且已经开始用各种手段。这就像我们吃转基因食品的那些鸡，每天你催肥，让人家你用各种，你叫人家是绝种了，那是没有纯种的鸡，全部是拿吃化肥，所有的动物你都用的饲料粮食让它吃，慢慢绝种了，都是不是？你不是叫人家绝种了，然后就有人叫你绝种，叫我们绝种，这是轮回啊，慢慢人类就。你以为长个人样就是人啊？那个麦当劳的鸡长三个腿就是鸡呀、啊？都变异了。明天我们也会变异，就是长得像个人，其实不是人。你看见街上走着一个人，突然上来咬你两口，变异了吗？跟狼一样的啊，狼人，我告诉你。那么经常你们看那些就是电视上现在不是很多吸血鬼吗？